其实我是个不太容易不爽的人，但我今天不爽。我是想说我对你们两个我有很大很大的尊敬。中国新说唱设备又出爆微博子气甩麦神不爽。中国新说唱来到半决赛四进三强，找来四位帮唱歌手。关上门一个人心里上车，将心情化妆成初恋的快乐，我要我为自己找回自我。周汤豪选择和吉克隽逸合作妈妈比利的作品却出包。你是像地球在电话那头，你说话很温柔像一颗石头，坚定地锁住我心中波涛。能够忘记我的秘密， Can you feel me， 我告诉自己 Never give up， You can't do this， 不知道外面不是这个样子。时间会证明我可以。不好意思，现场所有的观众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。我们刚才了解到，在刚才的演唱中，他们表演的前20秒钟，下面的外扩是有问题的，声音没推。PA 没给声音，他进来都好稳，我以为你们就把音乐剪成这样。他飞钉子进来，那整个感觉就错了。对啊，再来一遍，再演一遍吧。可是我很心痛的一点就是，这些东西观众的感受第一次没有了，我就觉得很可惜，真的好像一个艺术品丢在地上就散了。他们真的准备了好久，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公平。尼克重新表演，但最终被淘汰，止步第四名。我现在的情绪是很复杂，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这一件事让我们更加的看到周汤豪他的专业，还有吉克隽逸你的专业。其实我是个不太容易不爽的人，但我今天不爽。现场好看就好看在这里。